一顆恨嫁的心，唐詩詠與啱人隨時閃婚。唐詩詠昨日出席信用卡發布會，大會順道為佢送上蛋糕，慶祝佢37歲生日。問到詩詠生日願望時候，佢表示最緊要咧就係身體健康。至於會唔會想快啲揾到男朋友，佢就表示呢啲事咧就急唔嚟嘅。不過佢就坦言，如果遇到合適嘅人咧，唔排除會幾個月內閃婚。一顆恨嫁的心啊，表露無遺啊！呢、這個唔係我嘅願望之一嚟嘅，唔係，因為我覺得呢啲冇得咁樣許願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等佢慢慢，我知道佢喺好遠㗎啦，佢行緊過嚟，我等佢慢慢行過嚟。年齡只係一個數字咯，即係對於我哋嚟講，咁我都好幸運㗎啦，喺我做呢一行，其實我前結婚都唔係一件乜嘢好大嘅問題。咁所以我冇得急啊，我反而覺得真係要揾到一個很好嘅 timing 咯，即係佢嘅出現。咁所以我覺得愛情都係等佢自己慢慢嚟好啲。會啊，即係如果有個 family 嘅話，我會啊。我同埋呢個年代，我覺得都 OK 噶啦，而家即係年代夠啦。我覺得都冇所謂添，係啊，冇所謂啊，係啊，即係最緊要。可以接受到選分，係啊，可能幾個月咧。